哦，哇，你没斩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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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斩死，完了，还没看到，还没看到，还没看到，是是是，可以可以，我先跑，我操，打赢了，还是打赢了，特别敲到，哎，我操，牛逼，可以顶一下，但是我们打不死他，碰一下，我还是我最开的，你等上吗？你等上。是幽蒙凯撒决定凯撒路大神我看见怪大神出装没有一个是凯撒路装出装可以我刚好看错吧卡拉先点一技嘛那我刚刚对敲了抢到头了！我刚打到一半，来顺便看一下，说那个阿拉是不是也在斩杀？好的，被碰到。我去。哦，他怎么还有大招？完蛋了！要换我死去了。你帮我来。哇你没斩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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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斩死完了。还没敲到还没敲到还没敲到是是是可以可以我先跑。我操打赢了还是打赢了特别敲到我操牛逼完了。怎么赢的怎么赢的我不知道，然后他又敲过来，然后我的瞬间闪掉。刚刚是一大堆错误，可是最终还是导向了正确的结局。牛逼！噔噔，完了，跳不够好，现在不够弹。好。痛哦！靠背，他5000块，我哪会那么痛？靠背，妈的，他挂了，死了吧？但是潘英打这样打不死的话，他真的有问题了。那就卡了，可以顶一下，但是我们打不死他，碰一下，我还是我最开的。你要打仗吗？你要打仗？是这挺可悲的，这真的挺可悲的。他确实被控制都不能开大。哎呀，滑中路，没事啊，中路不要紧，随便的。滑，好，推不动。我们是一座城堡哎。确实。哎，你后面应该有那个罗。罗通道吗？还是他开大了？他死了。蹦！我没技能，然后我又没来的。我没职业。潘英，潘英不想打。来的。他身体变线，他打魔龙。哎，听到反应了，碎。哦，没魔了，打不贏了，操，没魔了啦！未来是悟空也要死了，不，我需要蓝 buff。有点难，你看那个凡，那个气势，我靠，凡！我来了，我来了，最强的来了，最痛的输出来了，哇，你们死光光！哎，可以，那样可以把凡打死，来吧。啊！解控了，要开清新了，操！没有，我没瞬移，我瞬移还有6秒。哦，这只宅爷真的不会玩，好痛！
我还是不要一直开招好了，有了我再开。平常我就一直用普攻靠腰。他再滑一下，他再滑一下。我睡里面了。再滑一下，再滑一下，撞死。电到睡。嗯，没事，死的是那一只射手，不亏，应该说赚了，很赚，赚烂了。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秒一只粉？反正我不知道，应该没办法。要确定呢？好像可以。没事，还是好的结局。哎呦，碰到哎、欸！碰到连续控，反死撞，我被他死了。我刚抓了，我刚预瞄是那只凡恩的位置靠北。哎、欸，悟空不用怕，走了中路，中路我们直接走进去。听到猴子，啊靠北，我、哦、操，小瞬移那么怕、哦。我只是一只牛魔王而已啊！哇！电到他，我电他！嘿，对，哇！死不了，我这个减伤减超多，确实。哈哈，我挂了，你加油！被斩死喽！怎么有一只牛魔王可以605啊？来，罗尔对华，我们对华罗尔。你这可以多拖队友，拖超久。但队友都没有来。是一只。你有斩杀了吗？哦，你斩杀，我赶紧斩掉了。好惨的、啊！我操，这如果开大招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刚以为那个谁啊，那个班要开大，然后他直接跟一箭飞过去，然后还没飞到。我想蓝 buff。哎、欸，不对，我三已经有蓝 buff， 靠不，算了，准备试一下。继续想要继续叠，双层蓝 buff， 牛逼！再预购一个涅槃，我抓到悟空了哦！啊靠背。他死了，我技能用，我技能送点，蹦，哎、欸，反正，哦，蹦到了，所以结束了哦，直接从他们防御塔里面走进去。哦，加油！我们这点塔，我现在开始点了，现在开始点了。不是啊，我刚没这点塔，我刚刚已经快速换装了，超神，牛魔王超神啊！我输出全队最高啊！欸，你可以想，你可以想象我的输出指数那个凡恩2000吗？牛逼！哎、欸，不对，凡恩其实。数值跟我几乎一样，他砍的也跟我差不多。